我就说这是一绝，有点冷，今天天气蛮热，你们热气点到场需要偶尔冷一冷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们说，好的好的。那其实，在今天这个场合，你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？因为520这个节日也马上要到了。520马上就要到了。然后呢，今天呢就是非常好，叫518，就是518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因为其实刚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，就是能量很大，大家的能量很大，所以我现在要把我这收集到这个能量发散出去就行了。像我刚才在直播间说的，所以我想对所有在现场来到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说，我爱你们。说出自己的爱，不论是对自己的父母、朋友、闺蜜，还有你们的好兄弟，还有所有人，哪怕是互不相识的人、打个照面的人，也可以大胆的说出你对爸爸他们的善意。